您是1月27号过来的，是。您是接到什么任务？我是1月26号接到的，让我转天早上到北京机场集合。我说什么事儿？他说就是到武汉去。我说多长时间？他们说3个月。啊，我说那么长。我说准备什么东西？他说不知道。我说还有谁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接到通知说只能就准备来呗。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，也有思想准备要来，甚至申请自己想申请来，但是来那个瞬间，哎呀，您太厉害，这么一下就出到这泪点上了。这从来没人问过这个问题，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冲二，知道情况是很严重的，并且当时对这个冠状病毒的了解远远不像现在那么了解那么多。我这个岁数本身在这摆着了，说明疫情很重，才让我来，否则不会让我这个那么老头的来。